Yo， 大家好啊，我是 Cosmic。 今一集我非常之开心，因为呢我同大家开箱我人生中第一条 CSM 的腰带啦。为什么我会买这条腰带呢？是我是打算买来给我今年21岁的生日的，其实是明年，不过都接近的啦，到现在都要接近的，因为我1月生日嘛，所以我12月就拿到，就差不多接近啦。所以不要说那么多，我实在很兴奋，所以我一定会拍开箱片的。今一次是真的开箱，整个包裹来的，新新的，我昨天买了回来，但是夜了我就不拍了，特登留到今早早才来拍这个 video。CSM Hopa Zeta。咁咧，依一個 CSM 腰帶咧，我係響 All About Rider 嘅 Facebook 嗰度買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響 description 嗰度有個 link 啦，你哋可以撳入去啦。有咩夢出玩具咧，你哋都可以同佢買嘅。但系我唔知佢收唔收外國啦。但系咧，據我所知係馬來西亞全部地區都有 cover 到嘅。係啦。我好小心咁攞出嚟啊，因為我連依個紙皮盒咧，我都唔想整傷佢。但係我好多謝咧，就係依個店主咧，佢就包到幾靚啦嚇，所以咧就令到依個盒咧冇咩受傷。咁郵政局嗰度有冇抌嚟抌去咧，我就真係唔知啦，係咪？所以咧就好啦，咁而家就開箱啦，依個好 epic 嘅 moment， OK。哇！哎呀，死火啦！可能佢哋包装嘅时候咧，冇照顾到爆咗嗰张纸。我想收呢张纸嘅，其实，唉，算啦。哇！好靓啊，真系好靓，你睇，哇！好靓啊！冇觉得奇怪啊！我第一次买 CSM 腰带噶，所以咧，但系张纸咧我真系救唔到啊！顶佢肺！我一买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咁样，我都冇变啊！哦，好靓啊！真系好靓！哇哦！哇，你睇个设计几靓！果然咧，几百扣嘅嘢咧系唔同。這個咧係我目前咁多個收藏系列裏面最貴嘅，因為 CSM 嘛，係咪？入、咁我哋而家就打開嚟睇下啦。嗱，咁正面咧，佢係有一個kick hopper 啦，同一個 pin hopper 啦。咁當然啦，呢度會寫 complete door selections modifications hopper zeta。咁咧，佢嘅旁邊咧係一個點講咧？一個 hopper， 一個 kick hopper 嘅身體嘅嗰個紋嘅設計啦，係啦。我好中意佢咁嘅設計咧，好 premium 嘅感覺啦，明唔明？你咧後邊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噶啦，因為佢畢竟唔係 PX 啦，佢係一個成人版啦，所以咧佢係 expect 啲大哥哥係知點搞噶啦。咁其實仲有一個賣點咧，我想講嘅就係咧，依一條 CSM 腰帶最特別嘅咧就係得佢咧同一個封面有兩個 rider， 得佢有嘅啫。OK， 所以咧依個係佢嘅特點啦。OK， 咁咧，而家就打開嚟睇噶啦噃。OK， 咁啦嚇，同大家一齊睇啦嚇。一、二、三，哒啦，低住先啊！哇，你話真係好靚啊！佢個顏色好靚，好鮮豔啊！咁其實咧，響戲中咧條腰帶係冇咁鮮豔嘅。咁依個係 computer selection modification 啦，佢哋 modify 咧令到佢等級比較好啲嘅，所以咧個顏色都稍有改變咗噶。哇哦！哇哦！哇哦！咁咧佢裏邊咧亦都好精緻啦。如果你中意punch hopper 嘅話咧，你就可以換翻依個咧擠翻落嚟啦。我冇塞落去啦嚇，我就咁擠住俾大家睇啦。如果調翻轉頭嚟擠咧，佢就會係咁嘅樣嘅。哇哦！咁如果你哋想買嘅話咧，你哋買咗就自己咁擠一面啦，擠你中意嘅嗰一位 rider 啦。咁我本身係比較中意 kick hopper 啦，係啦。
因為我覺得 Kekuba 的實力比較強，好像有點偏心咁咧。好啦，咁咧而家就有一個說明書啦。哇，個說明書真係好大隻，仲有一個 Zeta。拿出来，哇！哇哦，个声喉，哇，几顺啊！嗱，咁咧佢下边底部咧系挤电池嘅，哇哦，真系好靓，真系。挤住先啊！仲有最紧要嘅呢个条腰带，哇哦！哇、wow, 哦 ，Zack， 仲有呢个 belt buckle 咯，简单嘅 belt buckle。哇、哦，哇，佢前面仲黐住嗰个 Zack 嘅胶纸咧嚟 protect 佢呢个 logo 嘅，哇，好靓嘅，真嘅好靓，你睇，近前啲俾你哋睇，几靓。它的 material 呢摸起來呢雖然摸起來是膠啦，不過呢真的很有鐵的感覺，好像鐵一樣，它是一格格的，是一格格的，它不會好像 DX1 一條 plastic 膠帶一樣，它是一格格來做的，所以很漂亮啊，看到嗎，它後面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是啦，那呢它的 clock up 是在這裡的，你看到有一張紙在這裡，這個一拔就可以用 clock up 了，那呢它的這個聲效也在這裡，對了，那還有就是它的這裡有一個剛才我講的那個 clock up 的那個位置，你只需要將那個東西拔出來，拔出來這個東西就可以用了， Kuba Zeta 的這條腰帶的 clock up 聲，它的聲效都幾耐下嘅喎 ，Holy shit， 真係好靚，哇，好重啊！雖然它是膠，但係摸起嚟嘅感覺好重，同埋佢依個位咧覺得好 solid 啊，真係好 solid， 佢唔會嗰啲好 cheap 嘅 plastic 一撳跌落嚟嗰種啊，佢係好 solid 嘅，你聽嘛，好 solid 嘅，你明嘛？啊！咁咧，而家我先擠住先，我去攞 Kuba Zeta 去入電先 ，OK？ 咁陣間咧轉頭翻嚟再繼續。嗯，咁咧佢嘅 on off 掣咧依然remain 響依個controller 嘅一面啦。咁其實咧今一次嘅發布依一個 CSM 嘅時候咧，我發覺到一樣嘢係咧，其實依一個嘅 controller 嘅顏色係靚過 Kuba 嘅，因為 Kuba 嘅顏色佢係變咗，更加青色咗。但是呢這個呢顏色就更加接近去裡面的了，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面的顏色很漂亮，還漂亮過這面的，雖然我是喜歡 Kuba 啦，但我依然會這樣說。還有一點呢，就是這個 CSM 系列呢有一樣東西呢，就是它這裡的掣啦，它做成黑色了的、OK? 如果 DX 你覺得紅色就是很明顯的，這裡很肉酸啦，當如果你是拿來 cosplay 的話呢，你咁就睇唔出啦，幾肉酸你啫嘛！如果有個紅色掣喺度，佢同埋我覺得咧，佢有啲好似睇唔起佢咁啊。點解個 on off 掣要做喺度，唔做喺呢度下邊咧？其實佢可以做喺呢個位置噶嘛，但係佢唔做喎，佢選擇做喺呢度，所以我唔知啦。OK， 所以咧，另外咧，呢度咧就係有一個聲效嘅一個位嘅 ，OK， 就係個聲喺呢度發出啦。咁咧，呢度左右兩邊咧都可以發燈嘅。Okay, 左右兩邊的位置都會發燈啦，咁呢度咧有粒掣啦，你哋應該聽到噶啦，係咪？嗰、那個咧就係佢哋嘅經典對白啦，裏邊一共收錄咗我冇記錯，好似係90個對白啦，所以咧我唔打算試曬啦，試一部分啦，睇下可以試到啲咩聲效啦。咁如果你哋真係有興趣想聽更多佢嘅聲效嘅話咧，你哋再響下邊留言下，然後咧我再睇下我幾時咧再拍翻再補翻嗰個影片啦。嗯。
哦，即係話後面嗰個聲咧，後面一嘢咧就係佢連環跳嘅。哦 ，OK， 即係話點樣都係同一個聲效啦。OK， 即係一開始係依個聲效，跟住就到依個聲效。先試咗你哋最總體嘅變身先啦嚇 ，OK A 面啊，哇哦！話都冇咁快咧，今一集嘅介紹咧又介紹完畢啦。咁咧，至於你哋覺得值唔值得去收藏啊，又想唔想去收藏啊？咁呢啲嘢咧就可以睇你自己啦。咁我覺得咧呢條腰帶咧算點講咧？如果你真心係中意嘅話，就可以買啦。因為咧佢嘅價錢算係 CSM 裏面幾平噶啦。係啊，咁因為其他 CSM 咧都幾貴嘅，好似之前出嘅嗰啲。德卡嗰度嗰啲咧都好貴噶，除咗係話佢價錢之外，最重要嘅係你中唔中意呢個 rider， 你先至好去買。如果唔係咧，你就買嚟，我都唔中意嘅，買嚟做咩？就算啦，我俾你一個黃金打造嘅，你都唔會中意啦，你都要即刻賣咗佢啦，係咪？所以咧，你明白我意思嘅係咪 ？OK， 所以咧今一集嘅玩具介紹就介紹到呢度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在下面按个 like， 并且 share 这个影片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谁还敢再笑我？Kick.